好，各位，耶、yeah ！我们要来开另外两间的明月蛋糕。没错。那这次的蛋糕呢？一间是 Cheese 公爵，然后另外一间是 Say Cheese Cake。Say Cheese Cake is Cheese 公爵。那、no. ，然后我们这次申请啊 ，Bobo 有说了，就是你要满32周过后才有一些免费的。这个我还没32周啊。对，我意思是说，Bobo有说过要满32周过后才有办法申请一些免费的试吃的明月蛋糕，对不对？嗯，那目前我申请到免费的话是金格上一次那个。嗯，这两个呢，Cheese公爵的话是要费用的。嗯哼，然后只是因为如果你是好像28周以上吧，妈妈手册的话，它可以打折。打几折？如果你是用线上刷卡，跟门市又不一样。像我是用线上的话是68折，嗯，所以大概326块，嗯哼，那这个的话呢，他们家是蛋糕就直接是免费，哦，所以它是免费的，嗯，那如果你是可能外县市啊，你就必须付运费，好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要先试吃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要钱吗？300多块的，对，这个326，打完折之后，好，先吃这个。因为这个大家都说很好吃，我们先来试吃看看。OK， 嘿嘿。然后啊，他们蛋糕就是，比如说你冷冻的话，大概可以保存1周；哦、那冷藏的话，大概就是4天。嗯哼哼。哇哇！给大家看，看得到吗？它长这样子。你对到焦吗？你帮我看。这样子。哇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超好吃，而且它盒子做得很漂亮哎。对，然后他说他们的盒子都有防震的效果，嗯哼，所以你不用怕说可能骑机车啊会毁了它之类的。嗯哼哼，那我们先把它壳拿出来。哇，壳哦，真的，一层，两层，总共2层。哦，你看它旁边都牛哎。对啊，牛花纹啊什么的都有。我拿手机近拍好了，有手机吗？没有，在那边。我想要把它整个拿出来。好啊。可以吗？然后帮我盖起。好。然后放在上面这样。哇，好想吃哦。好了，那它的上面旁边做法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你看它这旁边都有图案呢。对啊。我帮你转圈圈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好。这个要撕掉吗？有有有，哎、欸，我发现它面包上面有一粒一粒的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吃的哎，一粒一粒的、啊，我有一粒一粒的。那只是膨胀啊，它从哪边撕啊？哦我不知道，哎呦呦呦，撕掉！哇、哦，打开了，打开！哇！要拿刀子切，这个300多块耶。对啊，可是听大家都说很好吃。我吃一小块就好，其他留给家人吃。好，因为你要减肥。没有，是我对吃蛋糕还好。哦。我比较喜欢吃正餐呐。好吧。对啊，然后这种你们女生喜欢吃就留给你们吃啊。你看我贴不贴心？你本来就不是甜点在那边，是不是？很贴心吧？好贴心哦。对，甜点是女人的，女人的最爱。生气是感觉不错哎。那个它解冻，解冻中。解冻中。好。好从这里，我好像生日哦，要切蛋糕了。许愿，许愿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都没讲，第一个愿望，我又没有真的生日，又没有用。第一个愿望会，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出来宝平安出生。哦，第二个愿望，出来宝健康长大。都是鼠来宝。全部都是鼠来宝，
你要多大块？你先跟我讲。哎、欸，我大概这样。好。这样。嗯。好。行不行啊？哇！欸、感觉它是起司口味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原味的。哦，原味。我是买原味。你买原味的。好。原味乳酪应该算原味乳酪蛋糕。嗯哼，你鼻子上面长一颗痘痘。谁？你啊？真的假的？对啊。靠！一颗超明显的，我的。很久没长大，没长。好小哦，你这样就够了。你切好，它掉到地上了，用给我。地上哪里？对，用在这边，这边掉的，给我。哦，这个。很不会切哦。我想说这样放上去很丑呢，所以我才没用给你。好，这是我的。你要切你的。它很好切，对不对？很好切。很好切哦。对。然后它其实做的还不错了，我觉得。它快没电了。哎、欸，真的、哦。哦，那个乳酪的味道很重。你敢吃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啊！等一下可以再切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试吃了哈，吃起来如何？我喜欢乳酪。嗯，它乳酪真的味道很重哎，然后又很绵密。很重啊，它味道蛮重的。嗯，会是我喜欢的啦。可是你很少吃甜点，我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因为很黏，对不对？绵密型。对。它是原味。这种我大概只能吃这种小块的一份吧。嗯，可是我觉得喜欢吃甜点的人应该会喜欢吧。嗯，对啊，而我还好。像我喜欢吃甜点的，我就喜欢。可以啊，我觉得他做的很扎实哎、欸，但是原味可是做的很扎实。其实这个蛋糕啊，它整个非常扎实的一块在这里。我看一下。而且波波切下去，我就知道说，哇，他这个做的真的超扎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这写是用澳洲袋鼠乳酪，哎，嗯，真的，那边写的，他的 DM。难怪他的乳酪吃起来有点不太一样，好吃，特别。有些乳酪呢会太重，然后你会吃不下，但是这个乳酪算是蛮清淡的感觉，对。不是那种很重乳酪的感觉，啊，不错，不错，哎，难得你说不错，你可以再吃一块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试吃别的，现在要换另外一块了吗？对，换另外一块。好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这个起司公爵试吃完了，我们觉得都还不错。它真的很绵密，嗯，还不错。乳酪的，如果是女生今天收到这个蛋糕啊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蛮喜欢的。女生的话，你会喜欢？嗯，啊、小朋友的话收到也会很喜欢。如果是家庭收到的话，我就哇，好好吃哦，这样。可是如果男生比较少吃甜点的话，他可能就是会吃一块这样的，像你一样。对，但是通常这种东西都嘛是给女生的，给男生干嘛？没有啊，比如说蜜月蛋糕，你有男生朋友不是会给吗？哦，就是家人会蛮喜欢吃的。嗯、好。